有点像那个皮骨洞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些草，哇，你看都好开不到。什么锁匙都开不到。你说这个的好像断了。我老喂。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欸，我已经玩电话玩了几个月了。 Oh my god, Oh my god, Shit, I should have a life, man, seriously, Holy shit, 我真的 consume 太多太多的 YouTube 了，是这样吗？ So, 哎呀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 So, 今天开始我会搬去我的旧家住，然后那里是完全没有 WiFi 的啦，没有电视，只有我和我妹妹。我们想要知道过后会发生什么事，继续看啦。 The next day。这个是我的妹妹，妹看过来一下，看不到你的样子啊，有点像那个皮骨洞。Few moments later， 说呢，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我的旧家啊，然后这个是车，所以呀。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，先看一下情况。这里你们可以看到这些草，哇，你看多么的高，都好开不到。他们锁匙都开不到，要不要看一下？他们给了我。你说这个的好像是不是断了？一直笑笑笑。这个的好像断了哎。笑笑笑，好意思笑。说好像是断了这个。门锁开不到，好意思笑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开开看看。不行啊。我去开旁边门。346 minutes late。然后我妹妹呢就找不到那个锁匙了，我们现在有新的锁匙了，可以开了。我们来见证一下时刻。开到了，看到没有？地上好像有点肮脏，我觉得应该不要穿鞋子进去吗？穿鞋子进，你还没有抹地，你这么脱鞋，那你不是带来带去整地黑了？这样的话弄完干干净净了啊，给你们看看一下，看不看得到，基本上是很干净了的，地上也是。So yeah, 这个是房间外面啊，客厅楼上。 OK, so 这里呢就是客厅哦，现在这里是外面哦，然后电视拆了下来，这里我们有一个窗口，草丛，可是没有程咬金。然后这里也是房间哦，这里有点花，有个厕所，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吧。这里也没有什么东西，然后我的 data 也剩不多，剩下一个 GB 多，所以呀，应该没有什么机会玩电话了啊。然后基本上在这里应该是看下有什么运动可以做的，就做一下运动吧。我相信头发有点乱，有点长啊，吃点。快31号之前要去剪了。嗨，so yeah, 我们现在要去搞点午餐，然后要去99买一点点东西。然后我们应该是去99买一点，我忘记要买什么，买点粮食吧，买点干粮吧。做了，现在我已经买完全部东西啊，过后呢我就去跑步。20 minutes late. So, 第一天就这样完啦。我们再期待第二天吧。